好 ，OK， 排到我这里了。首先把这个打开，打开，然后把这个，哎，拉近一点点，这里，这里。被你的手挡住了。没事，这里有。这个管它拿开，拿开之后，这里这里有个螺丝，这一个螺丝拿下来，螺丝最好放这些位置，对，放这些位置。然后这里还有个螺丝，照一下，这里还有个螺丝，这里，对，这里还有个螺丝。下来，一定用长的十字刀会比较好操作一点。对，然后这有两个螺丝，这黑色的这一个，这一个，拿下来。这个就可以拿下来了，哎，可以拿下来了。要多功传感器在哪里啊？在这里，这就是多功传感器。太暗了，看不到。是，这里他看到这个多功传感器。多功传感器开的话就很简单，这个螺丝。然后拔线的时候小心一点，把线拔掉。OK， 就拿出来了，这多功传感器。